新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那但是我今天是因为是这个我们这个南崁老树老房子的好朋友，我常常都会来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今天就找了很多我们的音乐的朋友呢一起来表演。我们今天呢总共有四组的音乐表演哈。第一组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刘阿昌跟萧诗维，掌声鼓励。好，这个要介绍一下我们刘阿昌先生呢，他是这个上一届的这个金曲奖入围客家歌曲，非常厉害哈。但是我们的刘阿昌啊哈。他本来是一个这个硕士本来是想要往学术界发展，后来呢他就觉得说不对呀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呢一个是一个是河洛人一个是客家人就发现说他连客家的歌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在创作，所以他就投身入这个艺文的活动这样子所以今天这样介绍 OK 吗？OK 啦他们有说 OK， 我自己说 OK， 好，可以哈。好，那我们的这个萧诗维老师呢他也算是我们这个音乐界南湖的第一把交椅而且呢长得又非常帅非常的赏心悦目这样子好，那今天金城他说金城武不算什么，他是金城四这样比金城武还要更厉害这样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阿昌跟萧诗维，掌声鼓励。大家好，好，这个今天刚才有介绍说我是一个客家歌手，所以呢，今天大部分的歌都是我的客语创作，那你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在欣赏，外国的音乐，某一种 country 风格的感觉，然后想象一下在约莫是五年后吧。坐在那边的大树底下，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像样的舞台，然后旁边有咖啡，有各种文创的工作者在里面举办一个有森林、有草地的音乐会，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好不好？好。这首歌叫做《听懂你》，那翻成国语就是“快乐的不得了”，希望那个快乐的不得了的事情。未来会发生。好。今半夜在抓鬼看到你，爱的心肝真发起。今半夜在抓鬼看到你。需要那个不是行去一本念在抓鬼看到你不要简单的事情一本念在抓鬼看到你从一条古来送本你你太茫茫用鬼安心去在抓鬼遇到你 How do you do? 龙台都是要讲台语可以人民人之内的意义的不是你到大地人和行业关关意义有限对了大丢失
暗夜向光明，四海的朋友一沙一沙泪裂，创造美好美好风景。最后一句需要大家的帮忙哈，来学一句，这句话是客语的，快乐的不得了。听到的你，换你们。听到的你，听到的你，来。听到的你，唱到不知人呐、啊。人行行，人欢欢喜喜，欢喜结结。听到的你。